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多乐。那么这期还是在这个广州南沙区这个万达宅男的日记来看一眼。这个正版的库洛米还不错。某音啊，那种团购的话呢，9.9有15个币，来直接就在这里扫。
它的保夹直接就是无限玩了，不会被毙。然后呢，这边60的战绩啊，主要是呢，他那个团购，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好几份，9.9块有15个币，然后抓到这些。好，那么这期呢，宅男日记就到这里啊，感觉还可以啦，那平头哥1币1次还不错，你就算直抓的话，他也有机会是可以出来的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